走了，我们要出去了啊！你为什么等我们呢？我们带你去景点走吧。嫂子，哎，你不冷啊？谁像你呀、啊？穿五件，那小李叔叔还穿了五件衣服。哎，我刚刚从那边回来，不是很冷哎。还得穿棉衣。爸爸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哇塞，又到这里来了吗？咦，阿姨好，你看阿姨都认识你了。你要洗头啊？他不是，是我要把他的刘海再剪一下，还有我们家他的阿姨要剪个头发。嗯，是阿姨吗？去玩了吗？那小李叔叔快一点，要吃什么？小李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想喝奶茶是不是？我不喝，爸爸，我不喝。爸爸不哭啦，爸爸，谢谢爸爸。这发型笑死我了。不是，小孩子要以舒服为主，因为前面那个刘海是有点长，对眼睛不好啊。带到山东去，你就是个小聪明。没事的，到时候戴个太阳帽嘛。嗯，等我长大就好啦。小的时候以舒服为主。小聪明。妈妈回来了就是好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到处玩儿。那爸爸太忙了。你说，我爸在家都没时间带我出来玩儿。因为我爸爸太忙了。小李，你要吃什么？哇，我觉得。我不吃东西的心脸，我感觉。你到底吃什么？我不吃，这些我都不吃啊，这些我都不吃。那我帮你叫啊。我没说让他吃啊，嫂子，我可没说我要吃。他要羊肉串吧？羊肉串吧。还有鱿鱼。他不吃鱿鱼，他只吃羊肉串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鱿鱼？我知道啊，因为上次我炒菜煮鱿鱼你不吃啊，在广州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？怪不得你学习这么好。怎么嘞？记性这么好，这么久那时候我都忘了。那时候记得去年你们送西西去广州的时候啊，我不是煮了一次鱿鱼吗？你不吃。忘了。所以我就知道你不吃鱿鱼啊。So good。你看他看前面那里，他想去那里玩。爸爸。超级奶叔，这是什么新词儿？超级奶叔。小李叔叔嘛，就超级奶叔。到现在了，连叔叔都不会叫，天天除了你阿姨带你追剧，还有谁带你时间这么长啊？连叔叔都没这么叫过。剪完头发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再洗了澡澡是不是很舒服？吃完饼饼的像妈妈给你刷牙啊。等一下妈妈给你换了床单，等阿姨洗完衣服，妈妈把你的床单换了洗了啊。好嘞。妈妈听到了，还有呢？啊，火火兔跟小兔子都看着你啊。嘻嘻，哦，我知道啦，我听到啦，不可以吃啦。哦，给小兔兔睡觉觉嘛。他跟你睡啊？火火兔没充电吗？
哦，妈妈给你买了个小灯灯，是晚上的小夜灯。